奥特曼射线，帅吧 ？Nice。前面都在研究当植物的攻击速度到达9999之后的攻击有多强劲，我都没有注意到。看这些明亮的射线，多奇妙啊！当然，这些奇妙的射线只会出现在远攻植物上。所以让我们来看看究竟有多少美妙的奇异射线。首先当仁不让，小蛙，这个射线倒是不怎么好看啊，换一个试试，魔法闪耀根。这个我还以为会直接一道光就过去，就是那种帅呆了的射线，换荆棘射手试试。也没有啊，换荆棘刺王级试试。好像挺好玩的，来一排试一试。帅呆了。那么所有炫酷的远攻植物种在一起会有什么景象呢？帅呀，多试试。这就是攻击力强又炫酷嘛，那根除者呢？我把根除者的攻击速度忘了调回来了，还是得来一个普通的。看，真的是帅炸了。